居士去道场参加法会，自己带饭，是否摄于别众时有过错吗？对，不管你带的饭是好不好，人家看你总是另眼相看啊，你不能跟大众过团体生活啊，你自己要单独带饭去吃，哎，给别人的印象不好啊。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定要跟大众相同啊，大众欢喜，这个道场才能够团结，道场才能和睦啊。如果每个人都有别众事的话，别众事是什么？你有病啊，这个可以，可以的，也要告诉大家啊，我有病，事物跟大家不一样，应该要吃哪些东西，这个可以。如果是正常没有疾病，哎，应当跟大众完全相同，要遵守啊道场的规矩啊，这样是你是尊重道场，你爱护道场，护持道场，是要这样做法的啊。你个标新立异的话，这个就是给道场很不好的影响啊，这个不是护法应该做的。